我是最爱绿色大自然的小绿姐姐。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身体动一动哦。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动动身体好开心。那现在就跟着小绿姐姐一起动一动吧。往下，往上看，往下，往上。好，头头要转圈哦，慢慢的。好，换边。好，游游泳哦，要游蛙式哦。换边，游一下，再游一下。好，蹲下，哎呀，翘屁屁，扭扭扭。身体好舒服哦，现在有没有充满活力了呢？那现在我们就跟着猫猫一起玩玩乐吧。猫猫动动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朋友，你跟猫猫一样都会数一到十吗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数一数吧。这里少了哪一个数字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少了二呢。这次又有什么数字不见了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一、二、四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原来少了三，又多了一个四呢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都答对了呢？是不是都会从一数到十啦？准备好，等会儿来玩好玩的游戏吧。来玩游戏喽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来当快乐的小鸭鸭吧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小鸭子啊？有。小鸭子的嘴巴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扁扁的？对。那玄溪呢？玄溪的小鸭子嘴巴是不是扁扁的？对。那我看好好跟其中的也是扁扁的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可以告诉姐姐小鸭子走路都怎么走呢？我们现在请起中，好，请走路，呱呱呱呱呱，小屁股要不要摇来摇去？呱呱呱，哇，起中的小鸭子好可爱哦！这就是小鸭鸭，仔细观察它可爱的样子，我们一起来玩小鸭鸭的游戏吧。好，坐下。等一下，姐姐呢会把这个小鸭蛋放在那边，每一个小朋友要化身成为鸭妈妈，要照顾好你们的鸭蛋宝宝哦，要帮助他搬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请启中来当鸭妈妈，手手要预备好，呱呱呱呱，加油！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好，启中完成了，现在换好好小鸭鸭，夹好了吗？好好夹好了吗？呱呱，小屁股摇摇摇，加油，还没有到哦，加油加油！给他们两个，这个好，好好完成了，好厉害哦！好，现在换咪咪小鸭鸭，好要夹好哦，手手。夹好再出发，手手，呱呱呱，好跑哦！好，咪咪又完成了，好厉害哦！现在换玄溪小鸭鸭，哦，玄溪小鸭鸭的鸭蛋宝宝好大一颗哦，要夹好哦，手手预备好，呱呱呱！哇，好快速的完成任务了。两只脚夹
住球球，看来简单，也要运动到脚脚不少的力气呢。小朋友常玩这个游戏，可以锻炼脚脚，还可以加强控制脚脚肌肉的灵活度哦。那我们再来完成一次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请起钟，起钟去。你看鸭蛋宝宝在哪里？好，要夹好。没有没有，你要夹好。好，要夹好哦。呱呱呱。宝贝总动员，今天邀请到的小明星是佳佳。佳佳今年2岁半哦，她今天要表演丢保龄球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们站在这边丢好不好？来，快点，站好哦，好了吗？好，在这里哦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哇，佳佳好厉害哦，你再丢一次好不好？还有一点点哦。哇，好厉害哦，佳佳好厉害！这是谁教你的？妈妈，妈妈教你的。那表演完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好多东西，和好朋友一起学习玩耍是最快乐的事情了。每天跟着某某玩玩乐，好朋友一起玩最快乐。不害羞，主动打招呼，随时都可以交到好朋友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跳这首《喜欢喜欢做朋友》。我们下次还要继续一起玩哦。笑一笑。